可是阿姨觉得阿姨的工作跟阿姨的生活我们都脱不了苦饭。可是这首歌阿姨听到的时候，阿姨就很仔细很仔细的听，就阿姨哭了。阿姨觉得说她把阿姨的心态跟妈妈的心态都写出来，妈妈把对你们的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加进去，你们吃到的不单纯是一碗菜或是一碗饭，它是妈妈对你们无穷无尽的爱。其实刚刚在楼下拍的时候，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的心情融化碎掉了。这是我的小孩出生的隔天我想到的歌。我从我小孩出生的那一刹那起，我一那刹那起就明白说，其实很多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事情，其实都是每天我们的父母在爱我们的表现。一辈子你都要爱他的。突然有一天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不同化，他们有一些东西是超越他们想象的。在我结婚的那一年，妈妈其实一下子她就老了，再回去，然后她老了，那我第一次这一辈子跟我妈妈一起出来散步哦，然后第一次我像跟好朋友聊天，像告诉我妈妈，然后告诉我妈妈说，其实我的生活很热闹，我都不会觉得孤单。可是我的妈妈其实会，可是在她很有力气的时候，他其实都把力气用在打我们，就像你们的妈妈，她现在有力气，很年轻，她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赚钱，然后照顾你们。希望有一天你们比她更好。对，可是我觉得真的很高兴，就是谢谢你们，就是感觉好，本来我们是要帮你们，结果其实是给我们上了很好的。